Hello， 欢迎来到 G3 Channel， 我是 Grace 音。那今天呢，我要拍一个 prank 的影片，就是要 prank 我的堂弟。对，我现在人在沙巴，然后今天我打算用这个Ghost Paper 的 Maggie 面来 prank 他，因为我觉得他应该还不知道有这个面的出现了，所以我就打算用这个来 prank 他。我会跟他说，我要煮一个黑色的 Maggie 面给他，然后我不会跟他说是有多辣啦，然后我也不会给他看到这个杯面的样子，我就会放在一个碟上面，然后我就会叫他吃，然后我就想看他的表情是怎样。So 他等下三点会回到家，然后现在就要去煮面等他回来。 Let's go。 Oh my god，好失败。黑色的面。So spicy, man. 2 hours later.Hello。Hello， 你们九点去吗？早上。Yeah。去做。去买菜去。喂，咁奇妙嘅，干净嘅，看下。干净你又讲，脏你又讲，你的狗现在哪里？我狗。冲走了。等下，我想想。喂，去冲凉。有吗？我冲水给你吃。真的吗？刚我昨天那时候在 KL 买了，忘记给你。快拿冲凉给你吃。快点去冲凉，我煮给你吃。Maggie 啊，等我喝水。你要吃啊？很什么呀？What the fuck was that？ 很辣啦。不辣的，这个是那个辣椒白米酱子包的。喂，好像炒面这样呢。你吃看啦。吃啦。好吃。OK。有点辣。这好吃。好吃。delicious 。再吃啊！不辣。哦，我放冷水给你，看你辣。然后呢？现在我会准备，等下它很辣的时候，我要给它喝的一个饮料，白开水，还有这个，等下就会给它喝。够我，还要多一点点，你这个过了去没有了？是我买的。哦，你买的，刚买的。
是倒了。耶！算了，不要浪费。辣。很辣。这我吃不辣的。啊？辣耶。很少吃。真的辣哦！你还要喝这个水吗？来，这个。来了啦！你懂你在吃什么吗？什么来着？我拿给你看啊。这么辣的？你读。你都在吃什么？锅烧包。都在吃什么？等，你上网 search 看什么来的？你电话？你就要跳舞就不辣了。你懂是什么辣吗？全世界最辣的辣椒，这个叫鬼椒 ，Ghost Pepper。我的妈！很多人吃，你看着辣椒，真的。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在这里结束。刚刚他已经是成功的被我 prank 到，有成功了，成功了。他完全不知道这个是一个 prank， 他以为我真的是，他真的是这样天真，以为我要请他吃东西。如果你们吃之前一定要买这个牛奶，而不是准备这杯水，这杯水我是加了醋。很臭的臭。OK， 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在这里结束。喜欢我影片的朋友记得 please like and subscribe。还有什么 share yeah sorry 忘记了。还有他就是我的堂弟 Andrew， 拜拜。很辣哦。